安心雅用高领装神秘，遮出女人味。Hello， 苹果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心雅，我今天在拍 Sport Mix， 我现在在拍 Sport Mix 的秋冬啊。好，迎接2019年，安心雅工作满档，忙到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除了赶拍新戏，你有念大学吗？新单曲也将在11号与各大数位平台上发表。他日前接受苹果邀约，示范 Sport Max 秋冬新装，难得放松一下紧绷心情，畅谈热爱的时尚穿搭。我很喜欢这个高领的毛衣，而且它非常的修身，虽然宽宽大大，可是穿起来我觉得整个型是非常的好看。然后外面这个外套很特别的是，它可以这样随性穿，之外它还有一个背带，比如说就是没那么冷的时候，你又带背的一个外套，很累很辛苦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这样，好潮哦！就这样背着，就是一个搭配的感觉，真的很喜欢。拼接条纹针织洋装，在腰间抓折，凸显腰身，是安心雅眼中适合自己的装扮。连身的毛衣我穿也是非常适合，因为我比较高挑，然后它会让我整个更显瘦，然后整个拉长。我不知道哎，我就是觉得，就是高领的型很好看的话，会让整个人很浪漫，就很对，像很小女人，比如说这样绑起来，或者是放下来，就是这样拉一下领子，就会觉得好像整个人是很有女人味。你干嘛偷笑？是真的呀，我觉得，我不知道哎，就是神秘感，对，嗯，然后可能别人会想把你拉下来一点，这样，嗯，时尚动新闻报道。